終於呢個風吹得比較熾熱嘅，就因為啱啱回歸啦。好難話等政府做啲乜嘢，自己仍然期望將來係有機會做到呢個中藥中心，咁一個好好聽嘅一個嘅方向啦。年以嚟，浸会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培训了近80位中医毕业生。不过，能够学以致用、全职执业做中医的只是少数。你有咩唔舒服啊？有啲胃胀啦。大小便正唔正常？大小便 OK。我摸摸个脉下。读完五年全日制中医课程，大部分毕业生都渴望到公立医院诊症，增加临床嘅经验。不过，本港而家只有三间公立医院设有中医诊所，请咗九个本地毕业生。另外，虽然东华三院属下两间医院亦都请咗八个中医师，学生嘅出路仍然狭窄。老师，刚才你加个接背同埋个乌贼骨，系咪同制酸有啲作用？系啊系啊，佢咧有啲平肝嘅作用，系用现代医学嘅解释咧，佢就可以制酸嘅。黄子明话：能够入到东华三院中医门诊做初级中医师，已经好心满意足。我觉得佢大竞争，咁我好好彩能够得到呢个机会喺度工作啦。咁呢度有好多专家教授指导我哋临床工作，咁我哋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去吸收教授嘅经验。咁另一方面咧，科研嘅培训喺大啲嘅机构嚟讲咧，就可以有多啲嘅资源投放喺科研方面。洪万奇系东华三院由内地请嚟香港驻诊嘅中医师。有40多年临床经验，我觉得他们学了五年这个中医的功底几深厚啊！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自己读了。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啲病人咧，佢哋而家嚟挂号系睇我，我系用我嘅方法去治疗佢，系嘛？咁但系咧，又要睇佢哋对呢个病嘅睇法点样啊？咁所以咧。先问他们的看法，然后我也要将我的经验拿出来，他先能够学到我们的经验。这样那我们这个课题呢的立项依据呢就 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发病率。初级中医师除了可以睇症争取临床经验，亦都有机会做科研工作。黄子明话：好珍惜呢个机会。想请问一下咧，即系呢个科研，我哋知道系一个双盲嘅对照试验啦，系用啲咩方法令到做得到双盲嘅效果？雙盲的重要性就是科研即比较重要，我们就要令到各方面的人都不知道个病人究竟是吃着这个真是中药还是安慰剂的，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吃着哪一类药，我们心目中怎么都会有些偏差，会有些偏移，就会影响了结果的。我深信香港
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医的监管，提出设立法定架构，评核中医师执业水平。凡执业15年，可以豁免考试，成为注册中医师。志愿报告等等，好多人即一下子，特别学生都好有兴趣去想去读中医咯。直头嗰阵时觉得系前途无可限量咁样，觉得大家都到而家，政府只系喺东华、仁济同拿打素3间公立医院成立中医诊所，请嘅本地毕业生只有9个，占总毕业生人数1成几。至于私人市场。传统的中医师都是自雇形式，开药材谱兼体证一脚踢，甚少再请其他中医师。陈念全说只能够自己想出路。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诊所，但我又做出诊服务样。陈念全现在带埋药上门体证，他年半前毕业，找个4份工，公营同私营市场都试过，但系都冇份鸭。雇主对佢哋要请埋嘅中医师有期望，同我哋俾到嘅唔同啊！即系市场上当时我哋揾工咧，其实佢哋要嘅经验咧，可能系5至10年啦，或者系喺相关专科比较耐嘅一啲嘅年资啊咁样。我见到我都已经唔敢去 interview 啦。都是朋友开始咯，咁啊细佬妹啊嗰啲朋友啊咁样，开头就有啲唔收钱嘅，啊咁啊睇开咗，咁慢慢变咗，其实都做得过喎咁样咯。如果上门嘅话，其实好多时就系我去就病人，特别一啲佢系急性发作唔方便去睇医生嗰啲。咁嚟突然間扭伸條腰啊，扭伸頸啊嗰啲。另一類呢就係中風嘅，咁有啲係喺老人院啦，有啲係返到屋企㗎啦。係啦。歐婆婆係陳念全畢業之後治療嘅第二個中風病人，一年嚟睇住婆婆嘅情況好轉，陳念全好有成就感。而家主要做嘅呢就係話幫助佢喪失咗嘅功能返嚟。包括佢当初嗰个吞咽功能啦，吞唔到嘢啦，食唔到嘢啦，咁而家都食到嘢啦，翻咗嚟啦。另一方面系嗰个神智啦，包括佢当初认唔到人啦，或者系唔记得嘢啦，啲时间观念好差啦，咁然后就呢啲慢慢都开始越嚟越清晰啦，然后个人都开始即系讲啲嘢系唔似系乱讲啊，开始系一啲正常嘅对答。而家覺得佢健康，我哋就開心。啱啱喺醫院嗰時候咧，陳生就去睇隔離床嘅，咁見到佢咁樣，咁個病人個家人就話：你試下我哋呢個醫生啦。咁我哋嗰時因為醫院話咩都做唔到噶啦，咁啊試下咯。咁後屘陳生過去真係執翻佢翻嚟咯。
即係我傾向係想喺醫術方面去提升自己嘅。咁必須就睇病㗎啦。咁睇病就涉及個客源問題啦，涉及資本問題啦。我哋要進行普世嘅部位咧，分成呢個天人地三部，而家咧相當於入到呢、這個人部度，我哋再入深啲，快速咁樣提升，提到呢個天部。咁呢個咧就係普化。而家香港三間大學浸會、中大、港大每年培育80多個中醫畢業生。黃玉和半年前在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畢業，是第一批讀完5年全日制學位課程的年輕中醫，初初找工機會有限。嗰陣時揾工嘅話咧，除咗我哋學校有幾個位啦，同埋醫院嗰度有幾個位啦，出面私營診所請嗰啲，一係就要好多經驗嘅，即係5至10年經驗講到明，一係就會係個人工都好低咯，即係可能係幾千蚊。黃玉和畢業之後8個月，先喺一間中成藥廠揾到份工，一半時間做文職。为中成药注册出售前做准备功夫，做啲咩 test 啊，各样嘢啊，点样啲 report 要点写啊，或者譬如一个产品出到街，你啲 description 点写又有佢嘅规矩啊，你自己会学。有乜帮到你？唔系，咁你攞咧就即系早排感冒嘅，咁但系咧呢排即系个气管枕住啦，好似。收縮咧，成要吸。黃玉和話：除咗做文職，好彩仍然有一半嘅時間喺診所睇症。雖然同目標有啲距離，但係總算學以致用。一嚟我都有臨床經驗，即係我唔會話完全斷曬嘅。咁二嚟我亦都可以接觸到其他好多方面嘅嘢咯。特首董建華喺剛發表嘅施政報告，承諾今年內中醫診所數目会由3間增加到6間，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令到黄玉和很振奋。本来讲我2004年底开18間，而家2005年啦，3間都是。而家讲紧嘅就话2005年都先至再开多3間，咁你话18間其实会开几耐咧？唔知，冇人知道。我觉得我哋条路都几漫长，相信可能要花上10年8年。先至可以爭取到即係比較好嘅，或者你真係全面咁樣去做臨床啊，或者真係有機會去入到醫院啊去 practice 咁樣咯。你摸下呢個班子嘅前凹痕，佢應該係響呢個陽谷同埋呢個小海嘅連線上。係咪呢條啊？咁你而家呢個穴位咧就係養老，你變咗連咗養老咧。係喎。張世文。7年前帮浸会大学筹办中医药学院，冇谂过到而家中医仍然俾公营医疗机构摒诸门外。有时唔系呢个关乎政府开设具体几多嘅中医服务，但系如果系政府一个好鲜明嘅立场系支持呢个公营嘅中医嘅服务嘅话，就会带俾市民一个比较正面嘅信息，即系话咧系承认咗呢个中医咧。是的确是可以帮得到市民的。根据我们的设想都是在这个中医注册正规化之后呢，很快呢就会有一些中医的这个公营的医疗机构出现了。但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呢政府其实在这一方面呢都是有一些的想法，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呢就是比较慢。1998年，政府为了监管评核中医专业水平，制定注册制度。另外3間大学先后开设中医学院培训人才，对推动中医药发展本来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是看到在香港有这样发展的趋向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就是学生出来之后，就是一定是有他那个的位置，就是只要我们能够訓練到佢有好嘅嗰個嘅醫術，有好嘅醫德。
但是累积经验一定要靠临床断症，可惜在现在的医疗制度并没有相应的配合。能够将中医药纳入一个医疗架构里面来发展，在制度上面能够推进，应该是要有一个的住院的服务，是给一些学生可以在当中跟这些中医一起来到参与。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医院的环境是可以有中医的服务，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刚刚在今个月呢，其实东华医院呢就开始做一个即试验的计划呢，就引入这个中医住院的即服务的模式呢，即针对一些中风的病人，即希望呢可以用一个即中西医相兼合璧的模式呢，即为他们治疗。咁所以你见到我们其实都是逐步逐步向到做緊。咁但是我想有一个背景呢是要明白的呢，就是我们长远的发展的目标呢，是希望发展出一套呢中西医融合的治疗模式。最重要的部分我想是要得到西医方面的认同和配合。因为香港一路都是以西医为主导，所以变了就是要西医院来到接受中医呢，可能都还有一段的了解和明白呢，才能够做到。竞争也很快，就是过皮也很快，一插就插进去。因为病人的话，你扎了他针扎得很痛很痛的话，他有东华三院这项中医住院试验计划今个月初开始，但是要全面落实中西医会诊，政府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过对急于累积临床机会的毕业生就未必等得切了。谭子敬毕业之后索性自己开诊所，但是他仍然觉得没有出路，因为病人对年轻中医根本没有信心。他们会很直接跟他说，这里哪一位是医师啊，跟着我说我就是那位医师，不是吗？那么年轻的直接会问你不是吗？这样咯，即他也都会很怀疑，非常之怀疑你那个年纪究竟为什么会是一个中医师呢？最开头做的时候真的很失望的，其实有些反应有时都挺hurt的，不过现在可能见得惯了，都惯了。谭子敬觉得很大压力，除了担心自己前途，他开诊所的资金都是向家人借回来的。开头亏蚀都会几千蚊，几千蚊个月咁样咯。咁即系变咗，如果话其实对做生意嚟讲咧，每个月几千蚊其实真系好少嘅数嚟嘅。对于啱啱毕业生咧，靠屋企 support 咧，即系唔俾交屋企已经唔啱噶啦。咁啊，仲要咁样一路系咁蚀咧，就其实即系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啲咯。而家除咗三间公立医院设有中医诊所，东华三院喺百几年前已经喺属下医院开办中医诊所，该两年请过14个本地毕业生，为他们提供临床断症的机会。主流的角色永远都应该是由政府领导的，没有理由由民间去做一个主流的角色的。每一个大学生使很多政府纳税人的钱，而医科学生就更加多钱，因为我们每年即大学费都几万元，我们读了5年添的，有时觉得都觉得挺浪费的，即好像有些不能够学以致用的感觉咯。政府而家每年投放唔少资源喺培训80多个准中医，但系医疗制度同架构并冇相应作出配合，为佢哋提供机会发挥所长。同学们咧，即系有一个诉求咧，就希望多啲同学咧可以投身呢一个公营嘅机构里面做多啲临床嘅工作。当医管局同志愿团体一齐即系做一啲中医诊所嘅，希望佢哋即系响讨论合作嘅內容嘅時候咧，亦都將提供中醫畢業生臨床培訓機會呢一個範疇咧，擺落嗰個合作個框架裏面。意思即係話咧，希望嚟緊呢幾間診所咧，係可以再請多一啲中醫嘅畢業生。
I hereby award each of you the degrees of Bachelor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cience in Biomedical Science. 陈连泉。一批接一批中医学生毕业之后，假如因为缺乏行医机会而流失，培育本土人才，发展香港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的做法，就会落得只是一句口号。